是厨具安装已经五年的时间。四点八起司机最多，像我个人就三台，圆锯机18V 的，这个也蛮常用，有时候吊上柜的壁炉，像就要用 GBH 系列吹风机，还有一些 GSR Waffle。电池寿命要够用，够耐久，然后寿命长。轻巧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，所以我选择像 GoPro 4.0对我来讲就够了，我是不用用到6.0、8.0，所以，对，因为电池全部都一系列的，假如再买别的品牌，这样带的东西太多了，这样反而很复杂。从一开始入这一行用到现在，有的电池到现在还在用，就算它挂了，我还是一样买够去。一样四点零来讲，像体积就差蛮多的，那重量摸起来就差不多，可是它使用时间啊，比这个旧的这个更长。像我现场来工作，我都不会带充电器，不会碰到说现场用到下午或傍晚没电。我一充电的话，这个回去很快就充饱，代表它用的电量还没有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它续航力蛮长。机器来讲，大概15、16台。那电池18V 的我有4颗，10.8大概6颗。对，用充电的让我省时省力，工作很快，早下班，非常热爱公司。